哋解決師終於都解決咗呢一套電視劇啦。冇錯，係啊，輕鬆曬啊，可以叫做。因為喺聖誕節完成，所以我而家心情好開心，可以放假啦，終於都。恭喜你！係啦，有少少意外出現咗啦，咁都差唔多個幾禮拜，康復情況都非常之理想，多謝大家關心。其實嗰時我坐喺張凳度講信，我俾人綁架，咁啊手腳都俾嗰啲索帶索住咗。咁講我要跌落地下嘅時候，咁嗰張凳咧就因為控制唔到隻手啊，扎住咗。咁佢就張凳就扎到落隻手度，就有輕微骨折嘅情況出現。咁始終骨折就真係會比較痛咯。咁同埋都需要啲時間去康復咯。咁而家即係理想咯，係多謝大家關心。其實我自己是幾喜歡拍動作戲的，咁啊亦都拍多了的時候就開始懂得點樣保護自己多啲啦。咁其實 so far 都係幾安全嘅，同埋劇組處理都安全嘅。咁我又未至於話能夠高攀一個動作演員啦，因為佢哋真係好辛苦。但係我都中意拍一啲劇情片，但入邊有動作成分嘅，我都可以處理得到嘅。係啊，我終於等到了，雖然等得太耐，咁誒嚟緊要去練習一下啦。其實我有拍下打嘅時候，我覺得打戲其實好難，好難做，即係嗰啲反應好難做，咁所以我都有留意佢哋拍戲嘅時候做咗啲咩反應。咁我諗難過做戲咯，你對於我嚟講，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嘅挑戰，希望我可以做到啦。都是之前的又拿出來講，就不再回應了，都回應過了，謝謝。